你说太对了，你看他闹腾的，你说他这样谁敢跟他说呀？多大个胆儿啊！你说彩萍的心气多高啊，这得多大打击！我你们说的对，我跟你讲，你们看出来了。我刚才我就是心里特别难受，我看他我可怜，你知道吗？他还高高兴兴还不知道这种事儿呢，我就跟你这么说吧，千真万确。那你说，谁跟你说的？他亲家老李。 李逵他爸，你说是真是假？他天哪，是彩萍，这他们俩以后怎么办？就是，而且我跟你说，他咋回事？姐，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就是魏魏上次不是那什么吗？就宫外孕了吗？完了就流产了，流产之后现在就等于是输卵管双侧就堵了，就叫什么堵塞了，你知道吗？就不能生了。所以你说姐，这老李都不跟他说，咱能说吗？ 咱能说吗？我跟你讲，我咱要说了，我看他恨死我。哎，但是咱们这么多年的好姐妹，你告诉他，他能恨你吗？你要不告诉他才怪你。其实你告诉他呀，你是为他好，你早告诉他，他早想办法解决呀。你瞒得住吗？这事儿你是这么想，但是人家能这么想吗？你知道吗？这告诉他得能理解你这片好意。你说他不理解，他没有。对，平儿来了。哎。 哎呀，你们怎么了？这菜都凉了，怎么不赶紧吃啊？是真的。素梅，来吃点菜，多吃点。没事儿呢，凡事儿啊，咱们得想得开一点。啊，彩萍，是。 你要想开点，啊，秀儿，你知道我心里我是憋不住事儿的，我必须要告诉他，彩萍啊，你一定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我什么事儿啊？秀儿，我还得有思想准备。秀儿，你平时你拿碟子吃饭行，今天你坚决别拿碟子，碟子太甜，你拿碗吃。你闭嘴，秀，你说，你要是把我当朋友，你说。 魏魏不能生，谁说的？素梅说的，刚说的。薛素梅，你听谁说的？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有什么依据？你说，我听老李说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素梅啊，你在瞎编，我太了解你了，你记。 你嫉妒我们魏魏嫁的比你们桃子好，所以你在瞎编，你在造谣，你知道吗？平儿，你真的不能这么看我，这对我不公平。我，哎呀，你要这样说，我跟你说，我跳进黄河我都洗不清。我编什么了？我跟你讲，再这件事儿，我要半句假话，你天打五雷轰，我出大门，我不用出大马路，我就……哎呀，素梅，彩萍啊，还是我来告诉你吧。 魏魏呢，是上次流产造成的双侧输卵管堵塞。
别难过了啊。哎，林辉，我妈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呀？没有啊，怎么了？桃子发短信说，薛姨把我的事告诉我妈了。告诉你妈了？以我妈的脾气，她肯定会马上找我的。但偏偏她连电话也没打给我，我打给她，她也不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我也挺担心的。行了，咱们把衣服换了，赶紧回家看看。哎。还是不接电话，我好害怕，不会真出什么事儿了吧？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就不要有太多的思想压力了。虽然接受起来很困难，但面对现实吧。爸妈，对不起。说什么呢？你跟爸爸妈妈说什么对不起？你太小看我们了。这一辈子，我跟你爸从年轻到现在，什么事我们没有经历过，什么困难我们都过来了，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你。所以宝宝，今后如果再遇到困难，你还是应该第一时间跟爸爸妈妈说才对。对了，这事儿，你公公他什么态度？妈，我爸爸态度，他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反应。他说他非常理解发生在魏伟身上的事情，但是他说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只是怕魏伟情绪不好，所以呢，他让我多花点时间多陪陪魏伟。你看你公公都这个态度了。你的负担就少一点了，李逵啊，这样，回去啊跟你爸爸说一声，改天呢，我和你岳母一起去向他道歉，好吧？爸，您看您这话说的，大家都是一家人，道什么歉呀？真是，哎，怎么说也应该去，都因为我没有照顾好自己的闺女。使得你们李家无后，这是大事儿，应该去道歉。爸妈，其实我也不是我爸爸的亲生儿子。真的假的？我是我父母抱养的。一开始我也不相信，我以为是李逵为了安慰我特意编的故事呢。不过后来我公公说是真的。是吗？是。爸妈，你们现在不要有任何的思想压力。其实我爸爸在看待魏魏这个事情上，他跟别人的态度不一样。他跟我说呀，他跟我妈在年轻结婚的时候啊，当时我妈也是怀不上孩子，我爸当时也很痛苦。但是后来收养我以后呢，你们看现在我们一家人不是好好的吗？对吧，妈？我真得谢谢老天爷。老天爷怎么给我们家带来这么好的缘分？说真的，我
刚听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特别紧张，我真的担心你们的婚姻会出问题。我真没有想到你们父子在这个事情上态度这么豁达，我感谢。不管怎么样吧，事情发生了，咱们也谈开了。妈妈觉得咱们必须坚强地面对，只要咱们一家四口像现在这样相亲相爱，我觉得就比什么都好，是吧？哭了，别哭。知道我的事儿肯定会怪我的，没想到他们倒反过来安慰我。是啊，为人父母往往在自己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忘掉自己的痛苦去帮助孩子，你爸妈真的很伟大。说真的，我好像今天才真的理解我爸我妈，这倒反而让我更想当妈妈了。我真的想要给孩子，我想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他。我知道。但你说，老天爷为什么不给我这机会呢？哎呀，我跟你说，我真是恨不得我扇我自己两个嘴巴子。你说刘秀，我多了解，我太了解他了，我他。打小就愿意用盘子吃饭，嘴特别甜，你跟他说不就等于跟全世界说了？哎呀，吕大哥，我真是鬼使神差。我哎，不从你这说出去，我亲家母那早晚也会知道。哎呀，反正我就是不该跟刘秀说。别自责了，哎，要怪那要怪我，我先用碟子吃的，嘴欠了。你欠，你先用盘子吃，然后我又吃。哎妈，哎，哎，那您放心吧，我一会儿我这就嘱咐他，啊，您放心，请您一定放心，我明白，我明白。哎，好嘞，妈，哎，拜拜啊，哎哎。刚才老丈母娘来电话，让你要注意情绪，让我加强锻炼。排卵期即将来到，让咱俩抓紧备战，啊！调整情绪。我可以调整情绪，那我不看就是了。那你也得锻炼呀。我锻炼，我马上我就开始锻炼。啊，你赶快锻炼去吧。锻炼，抓紧啊！抓紧。一家叫佳园医院的，你看网友都说这家医院治疗不孕不育的成功率是最高的，要不然咱们来试试。
哎，这位护士小姐，哎，您好。哦，您好。我有个事儿想向您请教一下啊，就说墙上这些照片里的孩子都是在你们这医院出生的吗？对，是在我们这出生的，但是他们的父母原本是不能生育，经过我们的专家治疗以后呢，顺利出生了，所以我们叫他们家园宝宝。您看到墙上呢，这些只是仅仅的一小部分。是吗？对。好嘞，谢谢啊。行，没事儿。从这片子看吧，你以前做过宫外孕手术的那侧输卵管嘛是不行了，那么另一侧输卵管呢也是基本不通，另外你以前呢还得过那个多囊卵巢综合征，所以排卵方面可能也有障碍。可是教授，我不太听得明白，那现在情况是不是特别严重？情况是比较复杂一些，但也还是有希望，还是可以做一些努力。比如说咱们可以给你做一个那个腹腔镜手术，这样可以把你的输卵管修理一下，使它通畅。另外呢，就是说同时可以对你两侧卵巢进行打孔治疗，那样的话呢对你今后排卵也是有帮助的。教授，那是不是说我只要手术的话就还是有机会怀孕的？哎，希望还是有的。你可以想一想，如果要是你同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预约手术。怎么样啊，结婚感觉好吗？好，特别甜蜜，我感到很幸福。你那个杨桃会做饭吗？会，四菜一汤，每天都不重样，然后还会收拾家务。你不爱洗臭袜子不爱洗澡的毛病他受得了吗？别帮我回忆过去。说正事儿吧，上次 party 的时候你给我们环球地理那几个高管留下的印象都不错，特别是那个金总。说实在的，我也挺纳闷的，我们金总平时是一特别挑剔的人。看出来了。也就怪了，他就特别看好你，觉得你特有才华，所以接下来就看你复试的表现了。请放心吧，复试本人一定会好好表现的。妈，桃子，今天开始这两三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吗？什么日子啊？就那几天该干点什么，明白吗？哎呦，我知道啊，您别说了，多不好意思啊。哎，真聪明，宝贝儿，我跟你说，马上请假，赶紧跟我一块儿回家开始，听没有？不，我这正忙着呢，那下班晚上回去再说吧。不行，白天好，你听妈的，这不能晚上。晚上不如白天，就这么着啊。我跟哎呀妈，你听没话，赶紧的啊，今晚果然一块儿立马回家。行，好吧，好孩子，拜拜。嗯，拜拜。对不起，接个电话。哎，宝贝儿，我吃饭呢。哎，你吃了没有？你没吃，我给你打包回去呗。我吃过了。那个，你现在回趟家吧。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有事儿，大事儿。好，我这就回去啊，差不多二三十分钟，保证到家啊。好嘞，嗯，拜拜。家里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果然，这次进环球地理，对你来说是一次特别重要的机会，对不对？是。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私事，而影响你完成自己的梦想。我明白。你记住。至少我是在真心帮你。非常感谢你的真心帮助，我呢也还是那话，你呢愿意帮就帮，帮不了也别勉强。我这人呢还真就贱，我还真就愿意帮你。那我谢谢你。所以我希望你明天抽个时间
我们两个人再聊一下。可以，还这儿，好吧，我请你。再见。事儿，路过这儿。啊、那个，果然呢？果然在回家路上呢。哎呦妈，你干嘛？你这跑出盯着来了？这是不是妈，爸真是犯事儿。我这、哎、顺便我上去。对了，桃子，今天这楼上装修，哎呀，当当当的响的，然后还停水了。今天这儿这天不成，跟妈回家。不是回家干嘛呀？你说干嘛？哎呦，不行，您别逗了，这哪能回家呀？您给果然打电话叫他，我不是，那果然也不能愿意。不是你给我多别呀，你不打我打。哎，你别打，你别，我打，您再吓着他，你看这拨出去了啊。好好说啊。哎，果然，啊，你那个回妈，不是，对你别那个别回家了，直接去妈那儿。啊？去妈那儿？这妈那儿怎么了？哎呦，你别管了，你急事儿。俺妈说有急事儿，你快点吧。好，我知道了。哎，拜拜。你给妈给拿个包。哎呦妈，就别沉不沉？沉不沉？你别管了，你怎么这样啊？哎呀！哎呀妈，我拿行不？你就别动了。哎呀，没事儿啊。哎呀，就别。果然回来了，妈。那个，你妈给你炖的乌鸡汤。谢妈。慢点。谢妈。不是什么事儿啊？没事儿，你听听就是。外面堵车吗？不是，我还行啊。啊。不是，怎么了？不是，你着急忙慌的事。来了。谢谢妈。哎，你说你着急忙忙叫来什么事儿啊？你知道今天特关键吗？这些天都关键。当然知道，今天更重要。今天晚上啊，不是妈说了，白天效果比晚上好。什么意思？就白天效果比晚上好。现在就在这儿啊？不是现在，过一会儿。过一会儿那也是现在啊。我不方便，不合适。不方便不合适的呀。你妈、你姐都在。不是你当我妈、我姐不存在，咱有自己卧室。怎么可能不存在？人就在这儿，他别扭，特别别扭。你克服一下那。我心里头别扭。你调节一下情绪。干嘛？不是，你听我的。现在我在我家，现在立马回。那个咸蛋儿咋样？啊，那咸蛋挺好。好，那就喝。你过来，你听我跟你说，咱们家不能住，咱们家现在停水了，不能洗澡，咱们楼上咣咣咣咣装修，环境太不好了。开房。
他现在他是出去开房去了。花大钱呐！不差那点钱啊！不行，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果然你都来了，你走得了吗？我妈能让你走吗？我在这不方便，我在这我心里都憋着。不是你今天住也得住，不住也得住，你就给我配合。我配合不了，我这不行，我太憋着。广袤无垠的非洲大草原呐、啊，那长颈鹿、大河马、大犀牛、的土拨鼠。桃子，桃子，怎么洗个澡洗这么半天呢？他平时也这么磨蹭啊？他不这么磨蹭，他不好意思。多正常的事，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您给人家弄的都挺不好意思。那你们也觉得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有人类吗？真有意思，是不是？你妈说对不对？那个，再把这碗喝了，估计也就赢了。不好意思。七八碗，那不差这一碗吗？我跟你说，桃子，就这个乌鸡汤不能多喝。为什么呀？喝多了上火，就是鼻子流血。不是，这就是我妈要的效果。你妈让我鼻子流血，她就要那个效果。不是，我就这么喝。不是，不喝浪费。浇花，浇花，浇花给活烧死了。不是，我就求你，我就喝不了了，行吗？什么都不好使是吧？好使啊！我跟你说，桃子，我觉得我对你妈有意见。没有这样的，不怎么了？你看我妈，我妈爷也让你生孩子，对不对？最多也就是找你谈谈，对，然后撑死写个保证书，哪有你妈这样的？大下午给拉这儿来了，不是？你说这合适吗？特殊情况那也不能这样，我不行，我这心里有压力，要不然你妈跟你姐都出去，出什么劲？这我妈他们家，你让我妈出去，那我不行，那我这有压力。不是你有什么压力？刚在边上看着是吧？没看着，没人看着。我跟你说啊，这两天特殊情况，咱们家又不能回，咱们就只能这样。特殊情况，你要不成功，我跟你说，不成功那也不赖不了我。不是这怎么你？我就问你。你还想不想让非洲白熊睡去了？我想啊，想啊，行。准备好了。我实在喝不下。你喝不下也得喝，我这剩一口两口的也没事儿啊。这肉不吃了。喝汤就行，快点。慢慢来行吗？
慢慢来，别着急，慢一点，总得有点前头。你能慢什么事？不是咬耳朵吗？我这轻轻咬一下怎么了？亲是亲耳朵，咬跟咬耳朵那不是两回事吗？我慢慢来嘛，我跟你说，放松点。哎，你不热呀？你穿那么多干嘛？是我脱啊，脱。放松点，慢慢来行吗？我这本来我这心里边就压力挺大的了，你说你急着白脸的干嘛呀？你那么是。没电话。你听见电话响了没有？没听见。喂，王小姐，哎，不好意思，我今天不在店里。哎，我跟你说啊，你胸围和腰围改得特别合身。嗯，不，但你还是得来试一下，万一不合适，咱们还有两天的时间再修改。好嘞，明天到店里联系我啊。不好意思啊，好，再见啊。快点，我干嘛呀？你干嘛呢？你快点。快！啊，我数三个数啊。一、二、三。Yes。接手机就接手机吧，他接完之后就挂了。您干嘛去？这会儿怎么能接电话呢？喂，妈，我上班了，啊，不是，我开会呢。桃子，我们俩人开会呢。妈，我知道今天特别关键，啊，您放心吧，啊。我不喝乌鸡汤，等喝着呢，我喝着呢。哎呦，我知道了，您放心吧，行吗？我不和我爸聊，不说话了，不说了，挂了。关心你啊，你别嚷嚷。我跟你说，嗯，你妈跟我妈，他们俩人绝对有联系。他们联系他们的，咱俩那什么，我这回那个我数五个数，咱们都平复一会儿。一、三、四、五 ，yes。再数五个。这个。手机给我拿出来，快点的吧，开门你。妈，我知道了，开门。哎呀妈！哎呀妈！没看见。我跟你说，他要手机干嘛呀？你不能打手机，我不能，你得专心点，你知道吗？你停了，哎呀，停了吗？徐寒热的，是徐寒，擦的就好了啊！真是徐寒，我一会儿脱了就好了。我这回数十一百个数，你多。现在不是数一百个数的事儿了，就现在我这个心里啊，就是。别说了，数数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是一百。Yes， 快点！耶！妈，那手机，没，那汤我喝了。哎呀，表现好。我跟你说啊，精力集中，千万别打电话，别三心二意。哎，您放心吧。行。哎，您放心。叔叔们，不说了啊，直接来啊，来！哎，不是你快点。
人这什么节奏啊你？不是你。白天是没戏了，晚上再折腾吧。这么下去，非得落毛病。行吧，晚上再说。哎呀，我天，这烫！哎呀。赫然呢，这是我下午新熬的汤，新熬的。哎呦妈，汤喝！哎呀，说妈，就下午呢，我鼻子都流血了，我鼻子是流血了吗？流了，你就你纸还在那儿。完了完了，怨我。我那个鸡汤里边，我放那个参放的太多了，太猛了，一下子，哎呀，这不但这个行，这个是那个虫草的，这个特别柔和。那虫草的好哎，虫草特别珍贵，可贵了，起码你得喝一口。说什么呢？喝一口，好几碗呢。不是，果然，你现在是不是对这个喝鸡汤都已经抵触了呀？没有。不是，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那个妈对我真是特别关照。对对，就是你呀，心里不能抵触，因为一抵触你再喝肯定恶心，受不了。放松，心情愉悦，哎，喝进去，这样有利于吸收。我挺松的，我一直我都。你喝吧，放松点，喝吧，喝吧，又有点烫，你千万那个小心点。那吹一吹。妈，您让他喝汤啊，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对对，你妈就是桃子，跟您商量点事儿。因为我们今天过来的太着急了，什么都没带。我说不行，今天我们俩得回我们那儿住去吧。啊，妈，就是那什么，我来的更着急，我什么都没拿，我就来了。就是我们俩那个牙刷、牙膏都在家里，我那换洗衣服也没拿。你这桃子就现给我翻腾出来了。就另外，我明天一大早有一个特别着急的活儿，就我那哥们儿吉星，这吉星他有一个朋友。说让拍他们家那个狗，连他就好好给拍组照片。上郊外拍，挺远的。啊，怀柔一大早就得起来，我就得去一趟，所以我们俩就得回去。什么急也没这事儿急，什么重要也没这事儿重要。你全准备好了，不用操心啊。这几天就住这儿了，什么话都别说，吃饭。吃饭。这是后臀尖，这是带骨肉啊，这怎么一样啊？这个不一样，这个是四块八。太逗了！不要，我觉得这女的演挺好的。男女的演挺好的，没你漂亮，没你。一点都没辣，特别。哎，干嘛呢你俩？看电视啊！咋那么不自觉呢？我才八点多啊！八点还早啊！赶紧回，干嘛来？不知道吗？那个还不困呢。啊，正看着起劲儿呢。困不就晚了吗？赶紧回去吧，回屋去。那个什么，这心里有点数，为啥住这不知道？不用。我跟您说一新闻。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啊，我跟你讲，七楼有一老头儿。七楼还是九楼，咱们都改日再说好吗？现在不谈这个，赶紧。啊，妈！哎呀妈！哎呀，对，拿苹果。不是我大晚上我吃的那么饱，您给我拿苹果干嘛呀？平平安的，他意思好，就看着都好啊。那个，那妈姐，那我们休息吧。对，好，快点，快，别打了我，快。刚才怎么着了？后来那个，我有点后悔了。
你说我干嘛答应我妈跟她配合呀？